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然后在《天界解》手游官方这边呢，有公告一个东西哈，神兵威震四方，然后火神祝融亲自锻造。《天界解》原作中少侠们有知晓九夷天尊剑跟幻剑嘛？然后再来是有一个活动哈，啊，先讲一个重点。就是大家，就是我记得之前做一些九夷天尊剑的招式跟幻剑的招式影片，大家都想说有出这些剑的话，想要抽。然后这边写说，依然做着一个关于神兵的梦吧。好，有一个全新的活动——赤渊剑种，带来一个神兵系统的消息哈。哇，太特别了吧！活动入口 OK， 然后御池凉应谛听之请。调查赤炼渊附近的村落 ，OK， 这边所有改编的，应该是加的啦，不是应该，就是加的。救了火神祝融，化身的弹老铁匠，赶跑了窃神器的方云，得到祝融的肯定，引诱他们以后带上好材料来铸剑之地，可助他们练就神兵。在手游当中，这个活动啦。就是《神魔至尊传》当中出现的火神祝融，就是帮忙殷建平修复九夷天尊剑的那一位祝融哈。他这边在这边说的是弹老铁匠啦，好，不予置评啊。好，亦得亦无。弹老铁匠口中的神兵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他说：“这和即将上线的神兵系统息息相关。” OK， 也就是说，先透过这个活动，然后先让大家熟悉神兵系统。然后也就是说，以后会有神兵系统这个东西就对了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属神兵吗？他就说：“英灵们会有全新的神兵，拥有专属神兵的英灵属性得到增强。除此之外，可以拥有专属的神兵技能。”九夷天尊剑，我来了。当然还有更多细节。那个剑魂熊、剑魂齿不是也？哇 ，OK， 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消息哦。英灵的冰刃系统哈、哦。好了，那就是之后就期待它什么时候更新吧。那这个是活动啦，活动应该只是先测试一下吧。10月20号到10月26号 ，OK， 下礼拜。好啦，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